早，还早了，麻烦你看看我。不是造型，<笑>好笑吗？你还有半个小时的牙，还笑。哎呦我的妈！<笑>妈咪，你干嘛呢？请你吃鱼。臭妈妈，这很像我的鱼，但不是我做的。那我这个是你吧？ 这不是盛世方的内吗？对呀、啊，好玩是好玩，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当然是奥斯卡。叫我干嘛？什么情况？ 刚刚那个人跟你说的啥？他让我叫他一声爸爸，就给我一颗糖。你怎么说的？我就没说话。以后不认识的人别搭理，听到没？OK。 我是人，我是小五，我们敢吃又胡同了。我是人，你吃的啥？开门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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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武桐他只是什么？好好读书才能做个有用的人。武桐，你别怪小五，他也是为你好。你们也不懂。我回来了，过来。怎么了？去哪里了？去同学家写作业了。还撒谎？你是不是跟邻居小孩去玩了？谁撒谎？我写完作业才去玩的。心仪人品不好。我也觉得，以后不要跟他玩了。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不许你们这样说的。嘿，怎么了，武桐？妈妈太过分。其实你妈妈是为你好。你玩手机老揉眼，她怕你视力下降。那她还说我朋友坏话。哎，心仪再见，武桐再见。耍里耍气的，要不是你给我买吃的，我才不跟你玩呢。谁喜欢自己女儿跟骂她的人玩呢？原来都是我误会妈妈了。你才敢说我一句妈妈？哼，当我什么人啊？穷人，你说你天了，一年都行。大神鸟，你想去哪？火星还是月球？都不征求你的意见。不行不行，下一位。好累呀、啊！啥意思啊？他想让我背你、啊？是谁？
你姐姐，我在你们家躲一下。你们有没有看见一个小女孩？这没有来过。别让我抓到她。她走了。姐姐，救救我！我爸请的家教是魔鬼。头发都遮住眼睛了，还不去剪掉？我不去。爸，求你把她赶走吧。你这家教也太过分了吧？是啊，她还偷看我日记。什么？你凭什么看我日记本？一个小孩要什么？天天写些乱七八糟的，还怎么好好读书？他太过分了吧！爹，别怕，有我们。牛牛呢？好啊，你果然在这里，还不回家写作业？还有你们暗中使坏，耽误他的前程，你们负得起责任吗？你怎么乱咬人啊？少废话，给我回去！我要给我爸打电话。你打。那小孩突然就消失了，你确定？确定。你去看房子的路上有没有遇到怪事？怪事？有，有个人在烧东西。他是谁？是房东。没错，他在烧房子。纸房子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个小孩是他女儿，而且他已经去世了。什么？如果你在这个纸房子内住满一个月，那么他女儿就能借你还魂，所以才有了最开始的赔款约定。今天刚好满月。不好，睡衣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来不及解释了，你快去床上躺下。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坏我好事？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他有他该去的地方。爸爸，不要再这样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呀，自难忘。住满一个月，房子白送你。白住？住不满，赔我十倍房租。白送？肯定有问题，问题可大了。房间里老闻到腐尸味。我身上怎么有股尸体的味道？我就说那个房子有问题。大哥，您能陪我去看看吗？可以啊，你的房子是哪一间？1802。去不了，去不了。那房子到底怎么了？实话告诉你，那房子是纸做的。纸做的？我也没当回事。没想到后面更诡异。